第五课 Mark asks Anna about her daily routine. 请问安娜，你现在早上是七点一刻起床还是七点半起床呢？我七点一刻起床，你呢，马克？我七点三刻起床。你几点吃早饭呢？我八点钟吃早饭，你呢？我八点吃早饭。哦，那你上午几点上课呢？是八点还是八点半？我上午八点上课，你呢？我八点半上课。你上午几点下课？我差一刻十二点下课，你呢，安娜？我也是十一点三刻下课。哦，那你几点吃午饭呢？我十二点十五分吃午饭。哦，我也是十二点一刻吃午饭。你下午上课吗？我下午不上课呀，你呢？我下午也不上课。那么我想知道你几点吃晚饭呢？我六点零五吃晚饭，你呢？我差十分九点吃晚饭，很晚了。那你几点睡觉呢？我晚上九点半睡，很早。你呢，安娜？我十点一刻睡，不早也不晚。请问小郑，你现在是七点一刻起床还是七点四十五分起床？我七点一刻起床，你呢，老许？我七点四十五分起床。你几点吃早饭？我八点吃早饭，你呢，小郑？我七点半吃早饭。你上午几点上课？是八点还是八点半？我八点上课，你呢？我八点半上课。你上午几点下课？我差一刻十二点下课。你呢，小郑？我也是十一点三刻下课。你几点吃午饭？我十二点十五分吃午饭。我也是十二点一刻吃午饭。你下午上课吗？我下午不上课，你呢？我下午也不上课。你几点吃晚饭？我六点零五分吃晚饭，很早。你呢，老徐？我差十分九点吃晚饭，很晚。你晚上几点睡呢？很早睡还是很晚睡？我九点半睡，很早。你呢，小郑？我十一点一刻睡，不早也不晚。